学了没有嘛？你现在为啥子在谈不嘛？我也没学的，我又动不起。那你送啊，你买东西送啊，你咋没在谈？妈，给丢进去，好生的哈，手儿不要宽的，贴死过去了哈。怎么办？那边草草给捡到吃了，喜欢吃这个草草。嗯，好。这个长得好大了。嗯，因为它不挑食，晓得不嘛？啥子都吃。嗯。所以幺幺又不要挑食。走开，妈妈关门。嗯。这样我可以找个背墩儿了。这是弄人的啊，要背那些着急抓走。抓耳口，去拿快递噻！我又有两个快递弄了。昨天你不晓得手懒提起冰冷的，这我背到那儿去快递店背都背起嘛，手还可以才包包都热乎点呐。一天那个拿不完的快递，你都晓得冷啊！你等我衣裳洗完了，我给你拿。要的嘛，那要等你去拿嘛。那我娘娘们一天来带我抓子就抓到耍，这样也不准干，那也不准干。抓到耍嘛就抓到耍噻。你凉了，筋干都不好，多了去。那月一记得嘛吃，吃了好了都。我吃了的，那月一天就吃两顿了嘛。我记得都。大哥，这鸡鸭子喂在这草坡头，硬是真的烦，又臭。哎呀，门口这些乱七八糟的，硬是看到我心头都毛焦焦的。我也是想不通。为啥子每天一早一晚那鸭子要那放出来吃，它卷卷那个吃药物的嘛是什么？你看嘛，这些人再宽的床毛也不够他们堆，再让我烧的是饭，那是整一大坨嘛，在这些农村子就给死。哎呀，你不说你老那些事就我给死，他已经习都习惯了几十年了，该得脱不嘛？那人家些老的没有喂在床毛头还是要的，这样子整天一天来专门烧床毛让看着，说也说不停。走掉了，我老李哪天干不动了嘛，就不干了呢。我老妈衣裳晾起头。那你要在屋看到娃儿了，我去拿快递去，哎，这耍得凶劲。你怕我跑了啊？那也是，跑到不得跑，那就是一会儿要去搞水。你看这是啥子嘛？肯定背的哦。妈妈喊我给你拿的快递。快递拿就回来了，那我看啥子感受？跟猪专门买的，那么衣裳多得很，我简直就没敢们买衣裳，敢们买的还嗨。那我没掉。你之前不是给你买了嘛？耶，这双别人家猪猪穿的不得。滚，快来，我跟你说。快来试一双哈，我给你买了双鞋子，看穿的不？穿子给你买的毛皮鞋，你当不要穿，我简直没买其他的，我给你买一双这种有帮帮的毛毛鞋，在屋头这些黑家穿一下。你看嘛，快喊猪猪试鞋鞋。穿子你没穿买啥子嘛？老喊你买你不穿，来你坐着试一下看穿的不？你坐这试一下。嗯，是。我让你黑家你，我净看到你穿上毛鞋，给你买双这种有厚跟的热乎。热乎，就穿厚穿个脚。你毛皮鞋你果子拿穿了吗？穿，确实穿蛮足。我都给你买的这个宽头头的，别等你穿的吧。你穿啥？我还是手累的呀。就了，我穿。你觉得穿得不？穿得的。穿得。你些毛毛袜子些老穿嘛，净穿这些烂袜子，舍不得啊！人家裹得啥子嘛？啊，全身上我买臭脚还还合适。看你站起来看过，站起来看底脚不？那这裤子都烂了。啊，你看嘛，净拿些烂裤来穿，你好脸现在能留得着？看脚快穿好合，看底。真是哎，合适。这样你黑了就不要穿那双烂好鞋子了，就穿这双。然后撇出去了穿去。这个穿你后跟没点冷的，热乎点了哇。跑来试一下，我给你买双这种毛毛鞋，试一下看穿的不？你坐到嘛，坐到试一下。比先比好嘛先。比要穿的嘛，喊不？比好些。哦，穿的。穿的不？比闺蜜。要这干什么？你喊这是试一下再试得出嘛？比你咋个比的？不要试的，人家我这光烦的脚板儿，我这双鞋子烦得很。哦哟，偷都偷不露。哎呀，对对你看嘛，好多渣渣娃娃的嘛。偷一下，脚板儿，哈脚板儿穿开都真烦了。好嘞，好嘞。来，对对行。现在跟猪猪穿鞋了。哎呀，完全要得个。车上没有？车上嘞，穿得喽。合适不？合适啊。
对了，穿足够了，对，不穿了。二宝宝们乖，都给你们买些衣裳，你们可是连装都不穿，我就没给你们买衣裳，我给你们买双鞋子。跟着这把给裤了就是。学了没有嘛？你现在会上这咱跳步吗？我也没学的，我也动不起。那你送啊，你买东西送啊，你咋没在谈？我晓得。等会妈妈得。啥子嘛？哎，我得打开你就晓得。是啥子东西嘛？你说金链，你说是啥子？金链子噻，啥子？金戒指啊。哦。我这怎么把珠还能戴不掉？珠子，你哪只戴起了的？哎呀，当得好看，谢谢嘛悠悠。弄到这儿就晓得送我弄大一坨脚的戒指。哎呀，我一直抱着我幺儿在那儿逛，过上了珠光宝气的生活。我就没带你赶场哦，那吓我不？不对哦。哦，你们两娘们不在，他的原因就是嘴边会火啊。就是噻，你怎么火烂的？